我是怕我娘子被欺负，所以来看看。有我师父在，他会保护我的。是吗？ 那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上仙，虽然妖气已除，但他毕竟是妖体，上仙不应该助他修炼。妖，说的是我吗？听说他在短短时间内连续通关，倘若继续这样下去，难保他不会再次炼化成妖啊！掌门何出此言？他现在修炼的是仙法。上仙。 掌门说的没错，妖气能除也能炼。你这倒是提醒了我。暂且不说，仙灵山弟子有作弊行为，桑洛在测试中使用了别人的仙力，圣旨不稳，桑洛作弊，理当收回。需要为夫帮你出出气吗？不必。娘子，等等我。 现在有了仙灵果，就能加速晋升了。浮生也不过是蝼蚁，蝼蚁，这才是我认识的妖种浮生吗？救命啊！杀人了！你们全都死哪儿去了？有没有人啊？救命啊！浮生要杀人了！ 嗯，天气不错。来人啊！救命啊！浮生，我警告你，离我远一点。太血腥了，好喜欢。今天早上我去叫桑洛师姐吃饭的时候，听说她昨天被人打了。 他好像很生气啊！你给我等着！看出来了。哼，浮生，你去给吞妖兽喂食。没空。现在有空了，师姐，我替你。新来的，何时轮到你来说话？ 打你不是很正常，又不是第一次。不就是给吞妖兽喂食，我去就是了。省得你们这些人整天嘴巴关不住。浮生，这次定要上你有去无回。妖气。 没事就好，娘子，我的名字叫静渊，下次不要再忘记了。静渊，好熟悉的名字，当然熟悉，因为这个名字，你要记到心底。他会陪你一辈子。能陪伴我一生的，只能是我师父。 浮生，你真的觉得他能做到吗？回来挺快呀，这么快就把吞妖兽喂饱了，还缺一个你给他塞牙缝。 Thank you.
那不说话的话就代表默认了。青涩期情中人不曾执迷，问风月一滴泪眼角悲雨，余生遥望着你，相思不可及。那我最爱谁？师父，你真好看。我可不可以先约师父？往来生，云沧海浮萍潮汐。